剧最新消息，著名的武打演员季春华老师于今日上午10:35在杭州因病逝世，享年57岁。消息一出，众多网友对季春华老师的离世表示震惊和惋惜。有网友表示，真希望这是一则假消息，多么希望季春华老师能亲自来澄清。说起季春华这个名字，大家都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只要看一遍他的脸，就会知道是那个曾在众多功夫电影电视剧中最厉害最凶悍的反派，是电影中李连杰最大的对手。可以说季春华老师是好几代人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大反派。在得到这位噩耗后，六小龄童老师第一时间在微博发文进行悼念，刚到台北就得知好友著名武术影视演员季春华先生因病于今天上午去世的噩耗，深感痛惜泪泪泪。他的病逝是中国武术武打片的一大损失，他塑造的一系列反派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曾在电视剧《连城诀》《新燕子李三》中两度合作，过年过节时都会互致问候，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合作，这已成为永久的遗憾。愿季春华先生一路走好。但令人气愤的是，六小龄童老师在发布这条悼念微博后，却遭到了一位网友的恶意质疑，这怎么可能是好友呢？只有过年过节才互相问候一下，放上来的两张合影也是因为拍戏工作的缘故才有机会在一起合个影。而这条微博不仅遭到了网友的声讨，六小龄童老师也亲自予以回应，他是我的老乡，你说这种话还有人为吗？小编认为在这个时候，请那些怀揣恶意的网友保持对逝者的尊重。最后希望季春华老师一路走好。本文由娱乐圈团长原创，更多娱乐资讯请关注娱乐圈团长。